临床还有可以看到，就是脾气虚弱的这种病人也可以引起来，比如说肝呐、不适啊这种的病人病程比较长，反复发作啊，病人表现干又痰啊，痰往往是清晰的，量呢多一些，病人更多表现为面色苍白、四肢乏力、嗜睡，还有呢不想吃东西，还有就是大便偏稀啊，舌质淡、苔白、舌体胖、脉沉细，考虑是脾气虚、脾胃虚弱所引起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治疗要用健脾益气的方法来治疗。我们可以选用补中益气丸或者补中益气汤加减来治疗，大多数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。像这种患者呢，他往往劳累就会加重，说话多也可以加重啊，考虑是脾胃虚弱、脾气虚弱所导致的。